好的，欢迎各位观众收看今天的 Garena 超级联赛2013夏季赛事，我是主播长毛，我是赛评叉烧，我是 Best Dales。好，那么今天又看到是我加上叉烧加上贝克的一个三人转播，就知道为什么要发生什么事了。我觉得你很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嗯，其实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对对对，我也觉得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因为我在中间挡着你们，让你们不会打起来，所以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好，那么听说我声音太大声，没关系啊，音效哥他回来了，插钢他回来了，没有问题。教父啊，他会帮我们调音的。好，那么呢，今天没错就是 AHQ 又要对上 TP 了。两位有什么看法？你们不要这么冷静，好不好？千万粉丝都非常兴奋。有没有？其实我昨天也没有跟他们讲话，所以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你们怎么了？你为什么没有跟他们说话？我昨天跟 S 去 TPS 啊。你昨天跟 TPS 去 TPS？ 对。所以你昨天没有跟TPA 一起下来高雄。对。好，那贝克教练呢？你对这场比赛有什么看法？就联赛很长，输赢都是正常。对，你知道吗？这句话从你一个这个目前夏季赛八连胜的队伍教练口中说出来，特别不可信。对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晚上开赛前的一个战绩表。好，首先在战绩表上可以看到的是呢 ，AHQ 目前是一个9胜0败，100%胜率领先中的一个状态啊，状态十足啊，贝克教练。哎，还不错啊，好谦虚哦。接着呢，我们来看第二名的位置是新加坡先锋啊，6胜2败，再来是台北安扎星是5胜4败啊，第四名的西贡小队是4胜5败，那他已经跟吉隆坡猎人两队并列第四了。然后呢啊，第六名、第七名、第八名以下依序是西贡星期五、马亚猎鹰、曼谷巨人队。这样子，这是今天开赛前的一个战绩表。因为我这边没有跟观众朋友打招呼，就是这个晚安高雄啊。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高雄国际会议中心的一楼。那么今天白天因为举行校际杯的关系呢，到了晚上我们就在这个场地直接现场为大家直播 GPL 了。那么这个是今天晚上开赛的战绩表。马上我们紧接着要来看的是今晚的对战组合。今晚在对战组合的方面呢，首先晚上7点的 Game One 是由台北安扎星啊，对上 AHQ， 这是晚上的第一场组合。然后打完之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个现场的这个活动。接着呢，我们来看晚上第二场的对战组合，8点的 Game Two 则是由吉隆坡猎人要出战马亚猎鹰。那么吉隆坡猎人呢，已经爬到了第四名的位置。那今天要来打马亚猎鹰，这是晚上8点的 Game Two。接着我们来看晚上9点的 Game Three 部分，则是由新加坡先锋队要出战马亚猎鹰。以上是今天晚上的对战组合。那我知道大家引颈期盼的啊，现场观众想要看的，当然是晚上7点的 Game One， 没有错。马上就来开始晚上7点的 Game One 的选手介绍啊。那这等于是说两队最近很久没有就是在舞台上打一个这个啊对打了，对不对？上一次打好像是3月15日吧？对，蛮久以前的吧。那等于是说，感觉像是有点像是线下赛，虽然它是 GPL 的一个例赛，但其实打起来的感觉是很像线下赛。啊，这是台湾扎新的 AD Carry BB， 今天没有笑，感觉特别的严肃。好，我们看完了 BB 之后呢，马上来看第二位选手。啊，这个顺序是不是跟我们平常习惯做的顺序左右颠倒了？咦，对，哦，查理用点头的，哪有观众看得到？我刚刚点头在想说，是吗？可是下一个是丁特啊，对，下一个没有，这是左右相反了。我的意思是说，顺序是一样的。第二个位置则是辅助的丁特。啊，辅助的 Dinter，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位置的选手是 AP Carry 的队长 Toys。啊，大家都呈现你们两个很累是不是？不是，我心想说这个怎么大家看起来就这么的严肃啊？每一个人看起来都非常严肃。对，你们的队员怎么了吗？我心想的是长毛，你刚刚会 hold 住这件事情。你像我没有，他们就是可能比较认真看待这个比赛，有可能。哦，马上来看下一个位置，下一个位置应该是 Jungler 的沙，长得跟你好像 Jungler 的叉烧啊。叉烧，你在台上干嘛？我现在就坐在这边哦。你说我坐在那边打，你看错了。叉烧，你在那边装，其实你就是沙 Sky。原来是沙 Sky 啊！你觉得我是他？我还以为是叉烧的。我现在跟你播，我可以这样子，我不就去抢银行了吗？我还跟你播这个分身高手哦，叉烧好了，这是沙 Sky 啊，他们的 Jungler。接着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位置，则是上路的帝王 Stanley。Stanley 昨天跟我讲的帝，超人气啊，现场超人气，切了镜头一眼，马上大家观众就非常快乐。好，这个就是台北安扎星以上5员啊全体成员。话说 Stanley 今天的头发还是很帅啊，
这不就帝王风吗？我真的很喜欢他的发型师啊，可以请他来帮我剪个头发。发型师，我以为是他本人啊，你看那张找他发型师。好的，这个是TPA 全体成员，马上来看他们的对手，今晚的对战对手是 AHQ。首先看到的是小峰，今天现场的观众朋友其实都跟两队的成员有近距离接触到吧？有吧？都有吧？好，这是 AHQ 的上路小峰。OK， 你是该说些什么吧，贝克？看起来很严肃啊，哎、欸，他再来比较轻松一点，兰特看起来比较轻松一点，兰特在那边闹。啊，那今天晚上要出，你觉得兰特今天晚上要出哪一支？我也不晓得啊，我刚才他们五点去那个开战术会议，然后我刚才在台上打那个，所以其实我也没开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今天要干嘛。哦，教练为了打 AIAM 连战术会议都不开啦，这样对吗？好，这个是 AHQ 的江格兰特，接着我们来看下一个位置，就是没错，中路 AP Carry 的垃圾话多啊，不是西门叶说。都是听起来差不多，那节奏听起来差不多。语音的那个抑扬顿挫，对，节奏是很像的，其实真的很顺，难怪这个绰号一直跟着他。他今天没有穿那件 T 恤的，应该没有啊，因为就那当然要穿我们那个队服出来喽。好的，现场观众要挥个手啊，不管你是支持哪一队还是两队都支持，没有问题啊。这场比赛马上就会呈现在你们面前。接着我们来看啊，下一个位置则是小夜夜，爆炸性的小夜夜。好，这大家今天都有近距离看到本人，有没有觉得他确实有瘦身成功？为什么你会用爆炸性这个字眼？因为他刚才进场的那个特效是爆炸。我还以为你是说他的头发爆炸。没有，他头发要爆炸比不过 Stanley 啊。好，只有在头发方面先这样讲啊，其他地方我不敢论断。接着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位置，来最后一个位置则是辅助的绿茶啊。现场有没有绿茶粉丝呢？啊，有啊，好多哎。啊，好多绿茶粉丝。OK， 好，那么这是 AHQ 的辅助绿茶正在准备比赛的进行。现在双方的十位选手，都在台上。好，大家可以现场看到 TPA 对 AHQ 戏码，以及两队教练互殴的戏码。没有，没有互殴。好，首先在 Ban Pick 的部分完了，他们已经开始选角，来不及叫你们预测。好，没关系，现在才选了两支而已。来，你们可以猜他们。好，先从贝克开始，你猜 TPA 要选什么角色？选猜个三支，随便猜个三支。他们已经选好了。你再猜别的没？猜别的哦。有点难啊，我不晓得哎。唢呐。我这边还没选完啊，没关系，你随便猜呗。唢呐，第二，戴安娜。啊？唢呐，戴安娜。戴安娜，好，再来。好。有这么难吗？法洛斯，唢呐，戴安娜，法洛斯，换你插招，迅速。还有三个格子就给你猜了。这后面也比较难猜，你知道吗？没关系，你就猜嘛。对哦，所以他们有缺 AD 辅助，然后。还对 ，Jungle， 我觉得是李欣。如果你也猜唢呐、戴安娜、法洛斯，然后，你说什么跟李欣、李欣、法洛斯，还有什么？唢呐啊，李欣、法洛斯。哇，他们居然抢唢呐，这么好！哎呀呀呀，好，我们刚才两边预测都出来哈，那个叉刚你有 catch 到哈？那如果是唢呐没有，他就选机器人吧。好，你要唢呐没有改机器人也是可以啊，好。糟糕，法洛斯落空了。法洛斯已经要落空了，台北大星已经要选这个好运姐了。好，我们回来看一下那个 Ban 的部分啊，这边台北大星 Ban 掉的是杰、凯特琳跟瑟雷西，然后 HU 这边 Ban 掉的是卡利斯、杰西跟雷兹。啊，这些 Ban 角就是其实都是在两队对战的时候经常看到的 Ban 角，我觉得没有太多意外的部分啊，而且都是非常强大的角色。这边其实还有一支卡牌，我不晓得 TPA 这边有没有可能把卡牌出过来。好，各位观众有看到哈，因为贝克猜中一颗一个，所以有一颗蛋啊，有一颗蛋。这怎么又跑出来了？当然，你猜对了就可以获得一颗皮蛋，那叉烧猜对可以获得一碗叉烧。这个规矩大家有看上一集不是应该知道吗？我们看叉烧有没有办法获得。他应该还蛮喜欢皮蛋。对，他喜欢的。哎呀呀，我这么喜欢崔斯坦啊。有人落空，他为什么这么不爱法洛斯？两队明明法洛斯 open， 两队都不选哎。但是台湾上新的选法应该是就是你知道加文唢呐的控制，再搭配上好运爵的 AE 大绝。台湾上新这边还是以他们按照他们惯用的伎俩，先 jungle， 然后 AD support 出来。
哇、哦啊，这么长、啊，有人 support 对也落空了，叉烧他为何不选机器人？差到两个分分了，哎呦，我真是不懂。台北暗杀星的最后两个秒锁是什么？天哪、啊，秒锁了奈德利加上纳瑟斯、欸，跟你说很难猜哦，跟你说很难猜哦。What's this？ 我猜不到啊。这怎么会知道他要选什么啊？真猜不透你啊！这看起来像是一个中路奈德利。没有，前面三个 pick 我大概就知道会选什么，后面谁知道会选什么？连你也猜不透，对不对，叉烧？对啊，连我也猜不透。好，没有问题，那没有关系。总之是已经锁了两只。纳蒂，最后一个是纳蒂鲁斯。哇，叉烧老师一碗叉烧都得不到。他们勒令不能玩理性吗？为什么他这时候会选纳蒂鲁斯？不能玩理性是？没有啦，其实也是看阵容啦。你可以看到，TPS 这边可能。就想想带一点 poke， 可是我也不晓得、欸。我觉得那出纳蒂鲁斯是很好的，因为对方有好运劫，我就是可以专打他，你知道吗？但是他的理性不是可以一定把他踢出来吗？这件事不是一样吗？我觉得我们这边缺一个坦的、啊，然后他如果出理性的话，可能会比较薄弱一 点。不够坦吧，理性的话。好，那么最后阵容全部都确定，然后在江哥的部分选择纳蒂鲁斯。上次蓝特的纳蒂鲁斯表现非常出色，对，打得很好。啊，什么？不是啊，其实兰特他很多角色他都会玩的、啊，但是就是有时候在场上就是比较冲动一点。那没有这个是，你看嘛，奈德利 AD 索纳上路，你会相信吗？我不相信啊。索纳上路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而且不是啊，而且第一个位置是他是 Stanley 啊，好，什么啊 ？Stanley 拿了索纳，真的假的、啊？这应该会换啊。然后奈德利。然后丁特，所以是丁特打 AD， 然后 Stanley 打辅助 ，BB 打 AD， 打 Top 吗？你的意思是说中路纳瑟斯是不是？莫非中路应该是纳瑟斯没有问题啊？好 ，Toys 拿了纳瑟斯，有可能哦，真的没有换呢、欸。这个阵容，叉烧老师你怎么看？你说这个阵容啊？对啊。就 没什么想法、啊，就还好、啊沒。没什么想法，也还好，也还好。那贝克老师，你有什么想法？我不知道，这太震惊了，你知道吗？你们两个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是吗？没有，我叉烧，你怎么会被冲击到呢？我之前有被告知今天发生这件事情，但是我听完就哦啊，你没有想到它真的会发生？没有，我知道它会发生啊，啊，这是肯定会发生啊。好，因为我有一点震惊啊，老实说。也受到蛮大的震撼，只是我大概在五分钟前有被告知。你这五分钟前，所以你也被告知，所以你有没有？所以全场不知道的，只有我跟班总被蒙在谷底而已。就只有你被蒙在谷底而已。那 你现在知道了、啊？你有没有看过我的名片上写哪些公司？所以我现在就有一种，你知道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会这样子呢？对，这个昨天的又不一样了。这不太一样，跟昨天又不太一样，因为昨天确实有发生，就是 BB 去打了上路，然后。Stanley 去打了 AD 的事情，但是 Stanley 今天竟然跑去打了辅助啊！辅助，这确实是让人会有些疑惑啊，有些疑惑。那不如我们来讲比较好解释的 AHQ 的阵容，你们两个觉得怎么样？我自己觉得怎么样吗？我觉得这场选的还算 OK 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反开有了，然后进攻强开也有，然后持续伤害也 OK， 爆发也 OK， 所以这样。整体阵容来说，其实还算，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了。我觉得 AT 应该要出法罗斯，剩下都还蛮不错的。我的愤怒，他应该要选法罗斯啊，为什么会不选法罗斯？我想他不选法罗斯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想要移动一下，因为那个想要移动一下，他怕被嘉文盖起来了，然后就只是怕被嘉文盖起来。我非常的明白啊，这种法罗斯被嘉文盖在脑袋上面，你是刚刚可乐林骑士团。对，驾驶者嗎那就是我。而且你这一只法洛斯，然后我看到一个法洛斯在前面当炮火的时候，我就可以在后面一直的攻击。你很开心是吧？我想没有没有，其实他盖你这件事是出自于他看你不爽，所以盖。然后盖你盖两次之后，决定看贝克不爽，决定盖他。我刚有去找那个刚才 AIM 玩家我那个本人，我说我有欠你钱吗？发生什么事？他说：“哦，原来你是科拉丁骑士团。我想说那个 ID 是谁的啊？这么讨厌，我最喜欢科拉丁的，我干死你啊！居然是要争夺骑士团团长的位置、啊，竟然是这样。我心想说，好什么 ID 不取这种 ID， 那活该我要被盖。好，所以这边选择了崔斯塔纳，最主要是因为 TPA 首先首选的地方已经拿了嘉文试试，所以呢，马上就是拿崔斯塔纳是为了要跳出去啊，就是不想要被嘉文给盖住，完全可以认同。”
非常好的想法，早知道我现在。可是万一在他跳出去的时候被嘉文用大顶下来，他就出不去了。好吧，对吧？万一这样子出不去，他还可以闪现吗？不过其实我觉得选小炮还有一个优点呢、啊，就是你有一个可以推出去的技能，就是如果万一对方有后面选的什么凯能啊或什么东西的话，我还有一个可以打出去的东西，不然我如果什么东西都没有的话，会比较尴尬一点点。对，这样子确实是相对这样可以是比较好处理，就是冲 AD 的危机。因为其实我们要把破阵也考虑在我们的阵容里面，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阵容其实 是我可以接受的啦。其实我发现的重点只是小叶最近就是想玩崔斯塔纳，在他心目中的 tier list 就是凯特琳、崔斯塔纳、凯特琳，就是然后他就太连续凯特琳、崔斯塔纳。还是凯特琳崔斯坦，他说没有，万一两周没有，对不对？万一两周没有，怎么会有人做这种事情？你想太多了，应该不会有人这样背吧？这也太奇怪。明明下次 Tayson 你遇到他们，就会被凯特琳家崔斯坦啊，他就会考验他到底会做什么事情。他又不是不会玩别支，他玩什么？没有，因为之前他一直在玩法洛斯啊，但我们很也很了解法洛斯这个角色，但是我们就是要去开发其他东西出来，就是他觉得像有可能会出寇格莫啊，或者什么东西，对不对？等我换一手，你换一只手笔。因为我要换一手笔，因为他我知道，我看到了他有蛋哦，这样子，那你就可以拿那个蛋、啊，你就可以拿起来，可以拿那个蛋啊。我们不能拿、啊，他可以拿，我说他可以拿那个蛋啊。你在吵，你们在争什么啦？不要起争议，你不想拿那个蛋吗？不要起争议啦，你不想拿吗？没有。哦，不跟你争了。总而言之，不要起争议。哎，不跟你争，不跟你争。啊，消失了，消失，虚幻的蛋。好，那么这一场其实因为台北战线的阵容太令人震惊了。我们刚才讨论完了 AHQ 的阵容之后，是觉得说就是这个阵容是可行的。那么台北战线的阵容是怎么样呢？看起来像是中路是中路的纳瑟斯吗？还是中路的奈德利？上路纳瑟斯吧。上路的纳瑟斯，中路的奈德利。奈德利不可能打零蜘蛛啊。对，因为他的魔防被拔掉了、哦。想不到是中路 BB 啊。想不到是中路的 BB 是吧？你猜不透啊！我还是猜不透啊！这就是这个组合厉害的地方啊！这厉害的地方在于说，在你看到之前，你都不知道他们到底要走哪里哦、啊。这个组合最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哦、啊。其实掉线的可能性也是，而且以前 BB 在 CG 的时候，确实就是打中路的选手。你居然在 CG 就开始偷看他的记录啊？他连 UDJ 在 CG 的时候都有在看啊。那 UDJ 在 CG 的时候我也知道啊，台湾虎王啊，虎王，对啊。好，这时候史哥压上来 Q 啊、还带一些视野，所以 Toys 必须移动。那 Toys 好像没有被看到吧？应该是没有啊，但是互相插这一颗眼，那、已经是互相知道对方的位置。OK， 这边要来补一个两时的一分眼睛，60秒，对。有个钩子 LV1 进去还蛮轻松啊。有个钩子 LV1 进去 ，TP 基本上来说退避三舍。因为看到就给个面子，对不起，我错了。而且被勾到之后，蜘蛛还会跟着出榜，那你就不用打，那个就死定了。好，所以这边是 AHQ 成功的插了两根进攻的眼睛之后，然后退了回来。那 TPA 这边则是在蓝 buff 区插上两根防守的眼睛，然后五个都在下路。TPA 要打个1分40秒往前冲的吗？应该是1分40秒往前抓篮。还好我们这边还有一只眼睛，然后如果躲在旁边的草丛，就比较还会比较尴尬一点。蓝 buff 旁边还有一根眼睛，所以哎呦 ，TPA 的这个走位没有露出来啊，露出来的一瞬间，纳迪鲁斯缩起来，然后马上被插眼。可是 TPA 这边的控场啊比较少一点，所以没有办法把人抓起来，只能选择吃 buff， 结果被上哇点出点走了。被纳蒂鲁斯点走，因为这边还是有一只眼睛的啊。他眼睛不是反掉，是用他用死哥的 Q 的视野、哦、死点掉了。对，死哥 Q 的视野太夸张了吧？这也不是也不是太夸张，是太巧了吧？神反应，没有，他是看得到就点得到、啊。死哥 Q 一下看看，然后那个、就理性随意的点。这个光盾是，这是他以为他带点燃。这丁特你太久没打 AD 了，起手就啊他要打我的光盾。一级的蜘蛛应该没办法爆发吧？一级他不能把你怎么样啊！我觉得这个光盾还蛮离奇的，他应该真的以为他自己带点燃吗？哇、而且这一个逆 U 来说，我觉得小峰好像有点危险似的，看起来蛮危险的，因为事实上郝运杰速度快，然后收纳手长。哦，这边以为 TPA 要逆 U， 所以那 TPHQ 所以。这样才腻啊！现在要换回来了。
想说蜘蛛这个角色好像不太适合吧。他们是主动进行逆 EU， 然后 AHQ 主动进行逆 EU 之后上去说，哎、欸，你怎么没有逆 EU？ 我以为你们一定要逆 EU， 竟然没有。好，那我回来。所以那时候那个小叶跟绿茶就是一上线的时候就赶快把兵清了，然后赶快就 recall 回来了。那 TPA 则是，哎、欸，我现在才要逆 EU。所以这是一个折返跑，对不对？对，这个折返跑，好运姐的被动在这时候发挥莫大的效果。原来如此啊，这就是好运姐的用。这个 pick 好处应该就在这里啊，太有价值了，我的天啊，从来没有想过，对，非常有价值的角色。其实当然了，我玩好运姐如果死掉的话，出来的时候都觉得自己跑好快，感觉自己非常厉害。好，那他这样子的话，确实是，你看好运姐超级快，那时候才刚把兵推进去，好运姐已经到位补线了。这时候小峰应该也已经意识到说他又要被再换一次了，那怎么办？一定会被再换的。其实也就直接推线吧，应该也没有什么。哦，这边有人 teleport 下来。那阿瑟斯直接 teleport 进来。对，因为其实他刚才掉了蛮多兵的哦，这边 Skarsky 已经顶了蛮久的。因为毕竟一开始先推线的是那个小叶跟绿茶。大家都在打一些平常没有在打的位置。我在这边看到 Stanley。好不习惯，超级不习惯。我觉得我等一下一定会口误。他是上路 Stanley 没错啊，啊对，确实在上路啊，對對對 Stanley 啊，没有错。对，你没有发现吗？角色跟路线都没有错。好，对，好吧，只是旁边多了一个人。只是旁边多了一个人。丁特为何在身边？好，那么呢，兰特刚才到上路稍微蹲了一下，但是其实他蹲在一根眼上，然后退走了。兰特这边应该直接。把这路 cover 住就好，不然就直接走过去 long out 对方啊，因为对方我觉得应该是打不赢那个三级跟三级，直接把那个索纳打一波应该就可以了。纳米 Q 中，然后锤子长大一直在点塔，并没有要点那只英雄。打丁特好像更好，那丁特光盾都开掉了，两个人直接给他一轮就好。哇，我这边看到三盖。打丁特的时候，我要看一下说，他打丁特为什么你要打丁特？他不是索纳，不是，我以为你是说要打索纳啊，你是要打好运姐啊。好不习惯，蜘蛛绑到了，然后把沙斯盖拉了一下，沙斯盖在这里承受了相当大的伤害。不过小峰其实也摇摇欲坠，这个塔这波打残就可以摸塔一波，这个判断很好，就千万不要塔杀，因为塔杀就是一切废活的开始，一切的废活都是从塔杀开始，不要塔杀都不会废活嘛，对不对？对对对，就是好好点那个塔就好了嘛。干嘛那么累？点打什么塔？你看这个奇渣后面就对啦，這個、我还没勾到就可以戳回去。对，插在后面不但是有加攻速，还可以绕跑。对，啊、买个保险超厉害。你看这样下路的塔就得到一个领先，半条血的领先。哦，这一波真的 TPA 打得漂亮。那接下来 TPA 会如何行动呢？看起来好运姐又要利用他超高的跑速来塑造莫大的优势，就是快速到线。对，这个趾高气扬的被动，你知道，其实我们这里是想了很久才选的。这个角色的被动真的太强。你刚才不是这样讲？你刚刚说你没有参加战术讨论，然后没有，我有被告知结果，我没有参加讨论，但我有被告知结果，说哦好啊。难怪啊，真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一个战术。这战术的内容就是。那個、让你们完全摸不透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对不对？这还真的摸不透。在打之前都没有想过，我怎么会这样子？很难懂啊！中路的对线怎么样呢？在奈德利对卡尔瑟斯的方面，两个人的 CS 其实没有差多少啊，差不多的。奈德利竟然在吃四鬼啊，那也是蛮奇幻的。他变猫就可以吃啊，对他变猫就可以很轻松的吃啊，那只是他就一直没有回家补妆啊，他就是靠着一开始起手的一个仙女附符，然后就是压着，就是在线上撑着。那对于史哥来说当然好啊，你不打我耶，农兵喽，反正是这种感觉而已。那其实两只都是后期装龙起来很可怕的角色，那就是一根毛就让你过世了，不要有很强的装备才可以啊。好，哎 ，Toys 撑住了上路，然后下路由丁特跟 Stanley 已经上线开始在防这座塔，所以 AHQ 这边确实落后了半座塔的进度。对，现在其实他线路好像已经没有要再去掉了，因为上路已经掉塔了。其实这样子对 AHQ 来说、也没有说真的太亏了，只是蜘蛛真的有被压制到，因为蜘蛛。拿蜘蛛的钱去跟那个纳瑟斯换，确实是有点不值得的。这样这边真的是一开始 TPA 打得比较好的地方。应该你这样是瞧不起纳瑟斯的意思？
不是瞧不起纳瑟，因为伊丽丝前期如果直接跟纳瑟是对线是很快乐的、啊，但是他现在就是哦，两个人都一样惨，两个人都一样惨，但是纳瑟是开了大绝，就是很厉害。纳瑟是用大绝可以吃龙，伊丽丝可以吗？不行、啊，对不对？伊丽丝吃龙很快啊，他小蜘蛛可以坦龙的伤害，也是很快的角色。那不是大绝、啊，有要变身就是大绝啊，只是没有那么快哦、啊。那个狗头人吃的速度实在有点扯。啊，这 Toys 的 TP 已经转好了。所以很有可能随时纳瑟斯是有办法，他上路线又推过去了，所以他现在有非常自由的空间可以来进行传送。我觉得这个是蛮刻意在故意推这个线，变成说如果兰特来 gank 上的话 ，TPA 就拿龙，那如果你不来 gank， 那我就继续推嘛。那如果到时候就很有空间可以飞下路。好，兰特现在捞到后面喽，有没有机会来一波 ？SQ 下路的正下方，而且这里是没有视野啊 ，TPA 没有任何的视野。我 TPA 这边应该蛮清楚的啊，这边插了一只红眼之后，就随时都要小心那个草丛会有人。插红眼比较就是像是说我要来咯，你们如果不退的话，好，这里嘉文也来了，但 AH 这个一定要赶快出来，因为自己没有任何眼睛，所以蹲的话反而不好，蹲很容易被bait。干脆秀给你，对，干脆就是跟你说我现在就在这里，让如果你跟我打，肯定你就有人嘛，也不用猜说到底你知不知道我在这里。就说两个人先交换一波，互相交换一波伤害之后呢，林特这边扣了稍微多了一点，比小叶多了一点，然后纳迪鲁斯又走回来，林特再度来到下路，可是要纳米的 Q 有 Q 到啊，纳迪鲁斯走上来才比较有机会。但是我真的觉得这如果三打三不是不能打、啊，毕竟我们中路也是死哥嘛，那我们这边都六级有大绝流的，打下去就应该是会赢的。但这边谨慎起见，还是先别打。我觉得他说有道理，因为中路有死哥，其实纳迪鲁斯就是上前硬靠大绝，反正打起来重点是，我这边好运杰四个人都可以把好运杰的大绝给打掉。好运杰站着打超级强啊，他伤害跟他的体质都有点夸张，那角色怪怪的。那我觉得崔场他是完全不可能跟好运杰对打、啊。还是只跟你农兵就好，应该用达瑞文这种款式的才有机会。用达瑞文、好运姐，然后什么老鼠。那种 PPA 我们的目标看来是打一个稳农大后期节奏，目标35分钟，狗头人35分钟后就可以统治地球。我这边其实小炮跟死哥也是后期很强的。很强的一角色啊，所以狗头除非我觉得狗头除了大后期之外，就是除了守塔之外，你用都没有，就不是一个会战有能力的角色，他就是一个只能 jungle 啦，吃龙啊，就他拿上路的经济，除非到大后期，不然也不可能说真的坦到爆，他一定要到大后期才坦。哇，这个中路 BB 追进来，想来一飞一飙、啊，奈德利撑线很强哦，很强，因为他那个飙真的是只要飙到两飙就过世了。这边 BB 在打线上面已经领先了西门了，好的 Sasky 知道中路回去之后马上过来吃龙，那也是看不到的吗？这个眼睛是看不到的。哇，这下子有一点尴尬，因为他没有插在里面，然后 HQ 是用了一个相当阴险的插墙里面的这种插法，这要逃，这个要出去。我必须说这个插墙的位置就是上次绿茶玩那个什么大家来找茶躲的地方。这个点要出去吧。哦，这边大绝进来，大绝进去。哇，丁特这有点尴尬，太大的效果。然后丁特这边被逼光盾，然后上面纳迪鲁斯也拉了一下 BB， 然后 BB 在中了纳迪鲁斯的大绝，而且好运姐这个大绝几乎没有扫到任何的东西。这时候嘉文只好绝望的盖大，绝望的盖大之后呢，兰特这边偷到了龙，然后绝望的嘉文就这么倒地了。然后死哥其实也不介意他死掉，他闪现出去故意死在外面，增加他的输出，再唱一个大绝。这个龙为什么要打？我不知道。Anyway， 就是他，我觉得 Sasuke 是想说中路 BB 已经把他逼回去了，那这边我们应该是一个四打三的一个局面的。然后他已经有插一只红眼，没想到那里面真的有一只眼睛啊。我觉得就算不管有眼或没眼，只要纳米来那个时间点就要跑了，因为他被龙打到残血，完全没有会战功能，就算是飞个狗头下来等于没飞啊。没有错，而且以他现在这种装备来打龙的话，肯定是头破血流。我觉得嘉文偷龙的效率之差是非常烂啊。对，是因为嘉文偷龙的速度其实是蛮慢的。好，不好意思，我要插播一个讯息给现场所有观众朋友哈，那个网络直播的观众朋友，你可以暂时放空，没有关系。那个现场的观众朋友哈，
你有接到抽唢呐机车的那个号码的话呢，记得现在立刻啊，现在立刻啊，到服务台去登记，代表说你人有在这边等着要抽奖，好不好？这样子最后才会抽到你，不然号码会被删去。所以你请马上，你有拿到啊唢呐机车的那个痛车的抽奖号码牌的，立刻移动你尊驾到服务台，就是门口旁边的那个服务台那边去登记，谢谢。OK， 这边西门叶说回去补了 ROA 跟法穿鞋出来了，那这样一个基本装备就已经几乎是成型的，等一下再把伤害整个补出来应该就没问题了。这边 POIS 上路是出了一个打野装啊，战魂奈德利猫跳很困难，不太熟，可以谅解他，这个很困难。可是我记得 BB 在他平常在玩 solo Q 的时候，上路就是 man 奈德利的，不是？是，那很久以前的事了。没有啊，他以前那是奈德利的双防还健在的时候吧？你确实是有点久远了。我记得他这个角色他蛮会玩的，可能很久没有跳啊，就会跳不过去啊。你知道狼的老，那个骨质可能有点疏松，骨质疏松，那就顾不跳，跳没鬼。哦，崔斯塔纳这样子卖，我想丁特跟 Stanley 应该都说那里面一定有人想骗我，因为他从头到尾没有拿过那两个草丛的视野啊，四个人都会怕吧？哦，这边杀 Sky 来咯，然后这边来了是一个三打三，这个正面走上来的话，死哥，我这边有大绝，因为我们这边大绝吼，真的是不打出他们，尤其有纳米的话，他那个大绝打下去的话，丁特根本就不敢开打。好，所以这边 HQ 没有退，我觉得这个判断算是正确的，因为真的打起来的话，我们应该是不会死的。可是其实也蛮谨慎的，老实说也没有很莽撞的打起来。对，因为其实刚刚 TP 还没有走到一个会让他们死掉的位置啊，如果他真的走出来的话，我相信他们是会打的。好，现在上路小峰这边好像取得了一个小小的领先哦，把那个塔给推掉，推回去了，然后开始在布野。蓝特打龙的时候掉了。这2000块差距就是那条龙跟那个上塔，是，就是那个时候塔2000块就是龙加上塔，因为透子飞下来塔就掉了。哦，没绑到，但是打得漂亮。这边甩一下闪掉了蜘蛛的绑，结果扛不住这个超高伤害，还是倒了。奈德利的魔防被拔了，他的法抗很低，他任何法术打到都几乎秒杀。哦呀，那你 Q 中了以后呢？环节立刻给他一个大绝支援 ，Stanley 这个时候往后拉开，应该是不会死掉。哦，有了，这个完蛋了，这个不 Q 啊！啊，这个队友马上支援来的非常快啊，史哥这边。好，那么中路的时候立刻展开压塔，因为对。那中下路就直接逼塔了，两个塔直接拿掉，这样经济就可以更加拉开。这个时候史哥可能会回去补点装，可是中塔血量其实蛮危险，可能就干脆当作没有了吧，当作放弃了。这时候托伊斯纳瑟斯遇上了蜘蛛，蜘蛛马上当场一个爆炸，蜘蛛以后这边上吊闪过嘉文 EQ， 但是嘉文还有一个大绝盖了之后呢，他闪现，所以打算从下面来帮追塔，那其实。他没有大绝，他没有大绝是帮不了他的啊。那大绝用来推唢呐。对，我想说，如果他有大绝的话，就可以帮他一下。哇，这一标，我想这是奈德利中路，他骑手高速戴帽子啊，这个威力是很强的。史哥说，其实我也高速 ROA 以后再加一个大仗，其实哦。这个部分就是跟你有没有很久没有玩没什么关系，因为指向机 BB 一向都有在用，他一向就是他就是出钩没中，哇，这边全部都被 BB poke 到没血了。这个其实蛮典型的，这个跟杰西的速退流打法味道很像，你压在这个位置不断的跟攻击给你。那德利就这段伤害实在是太痛了，他中两标辅助就会死。可是脚在对线上被削弱太多，他的魔抗的。哦，这边要开吗？哦，纳米开了一个大绝，大绝上来，纳米没有 Q 到他，但是西门说已经没血了。我觉得先 Q 到再放大绝的顺序比较好吧，就是他可以先丢水球，丢到之后再打，他就可以稳定一定开战。因为他主要也是因为史哥的血已经太低了。哦，又中一发，伊丽丝又扣掉一大格，这边被 BB 丢就饱了。
选择再给一个哦 ，HQ 这样很难，但是很难打，这样下塔要掉了，真的很难打。但是 TPA 也没有进一步的点塔，这边消了差不多以后，决定是转到刺龙，这个判断也是蛮好的。可是其实 HQ 的血量回的差不多。B B 这边走这个位置很漂亮，会怕对方过来，然后准备要带你过来路线，直接把你破到没。所以一个 B B 就赚了2000块回来了。哇，那 BB 这样丢标丢标丢标就赚了2000块，这个几乎把刚才的劣势全部都打回来了。没错，好可怕啊！刚才看到 BB 出这一招，这出这一发长矛的时候，是看要看蜘蛛有没有中。我以为你看很开心啊，不愧是长矛，长矛超强。你刚刚没有说不愧是长矛，强一发又大又长的长矛。我本来刚才一直满心期望我在刚才那 AIM 比赛选到奈德里啊，就没。你刚居然期望这么一个可怕的选角，你们刚选角已经极端优势了，你居然还想要更优势？最后给我法洛斯也是蛮开心。法洛斯也是，法洛斯比妖怪奈德利强多了。但是如果有奈德利的话，我就可以很开心的丢出我的长矛。法洛斯 AIM 比奈德利强啊，法洛斯超级扯的，因为法洛斯是唯一一个可以 poke 的 AD， 所以他是最强的。没错。好，那么 HQ 现在开始前压。哇，这边还是要小心那个，哇，奈德利这一标真的是有点难跑啊，因为人很多。我，好，这标没中。其实我们这边如果唯一的机会就是那个绿茶到那个纳米开刀，然后他们马蒂乌斯开刀，直接把这一只给带走。我好像你的位置，这个丁克，你这么凶悍。小波 miss 一个啊，纳米的这个大绝下的不错，但是纳瑟斯跟上来，纳瑟斯缓到了纳迪鲁斯，这时候嘉文 EQ 戳进去以后盖了小峰掉上去，然后往旁边扑下来，这时候中了索拉一个大绝，但是死哥切进了场的正中央 ，DPA 这样子受到死哥的超重攻击啊，好，纳迪鲁斯还把这纳瑟斯勾回来一些，那纳瑟斯是已经死了，没有地方可以逃，死掉了。这时候奈德利跳下来，可是崔斯坦拉在这个位置，小峰没有绑到。哇！比有点帅啊，他是故意背着他的绑，他知道他可以躲掉那个绑，他故意背着那个绑。可他刚万一跳墙废，我还有想过，就是那个画面，有时候想到，我就哦，那万一你刚刚，身为一个职业选手，不能说身为一个职业选手是不会废偶的，不是想到废偶很可怕就不敢做，那怎么打比赛呢？真的是。小峰刚才也是啊，小峰去绑的时候也怕被戳，还好他也有闪过，双方都是彼此，我觉得真的是谁中谁就死。对，好像在看那个西部枪手对决一样，拔枪啊！这边 TPA 要直接过来吃 ，TPA 靠着纳瑟斯的淫威。好，不过这边 HQ 已经知道了，人家准备要过来了，有没有？有感觉。纳瑟斯现在没有大哎，这巴龙那样吃会不会太慢啊？我以为他有大呢，啊，他竟然没有大。那这个吃起来其实有一点重伤啊，纳迪鲁斯给了一个眼睛之后呢 ，TPA 顿时有些尴尬。纳迪鲁斯向前杀回来了，哇，那我觉得这个 TPA 这下子真的很惨啊，这下真的很惨。那下突然就是被斯派的巴龙军心大乱的瞬间，直接被杀两个。哇，这个应该是个五五坡的 Smite， 他居然点输，就是他每次都点输啊。你不会这样说，一个五五坡的 Smite 就是有机会会点输的。他第一个蓝就点输了。如果知道对方已经来的话，通常我是建议他们都不要打了，因为其实我觉得刚才太偏了，因为纳瑟斯没有大，如果有大可以死。如果有大的话，可能来的时候就已经死掉了。对，走过来又来不及打。中了一发，小叶一丝半条，长矛依旧是很痛。四道小兵，但是还是非常。这边下路的兵线也推过去，要把肖杰顺便一起带走。哇，但是大家请注意 BB 了，跟长矛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早就跟你说过，奈德利的长矛真厉害。那个长矛感觉比长矛的长矛还强。好。好，这时候嘉文盖一个大盖到了死哥，可是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这到底有没有点疯狂啊？这看起来，哇，这一场扫这个大绝扫的不错，扫的不错，打了一波很大的伤害。兰特这时候也惨死，但崔斯坦开始疯狂的往前跳，交闪现以后再一炮打死。然后他应该会再往前跳，压到了这个 Stanley 的索纳之后呢，再把索纳打死，再跳。挑这个方向不太对，哇！你啊，这里有两个人在 PK， 可是托里斯剩下一滴血。这时候小峰站起来以后丢了一个爆炸蜘蛛，然后下面纳米到了，好大一下。好，蜘蛛扑再咬 ，nice。好，这边可以把下塔顺便给带走。不过这边我觉得一直还蛮赚的，这个一直还蛮赚。
因为有八龙只掉一个塔，居然有八龙，因为这个八龙可能会直接爆掉全部的东西。哇，这个地方其实真的，因为我觉得扛塔扛太久了，整个兰特都没有打出伤害。对，他们下面那个塔的，而且这边其实丁特开的大绝开得很漂亮，超级优秀的一个大绝。他这个大绝，你看这个三个人，三个人全部都被打掉一半。那这时候虽然大帝有是出大绝去断郝彦杰，然后也是成功秒杀丁特，但是刚才这个大绝已经足够对 HQ 造成沉重的打击。你看，各位观众可以看这个瞬间的血量有没有？然后 HQ 因为全员扛塔的关系，血量实在太低。这小峰那一个人到底是怎么在那边活了这么久？然后这个地方打得很好啊，小峰一个人在下面，然后交闪现，然后再给爆炸蜘蛛，然后再回身再去追 Toys。Toys 这时候丢下一个一之后呢？小峰绑住，然后变成蜘蛛拉开，然后再回身做最后的这个击杀。蜘蛛人那个蜘蛛形态的 Q 太痛了，刚咬他三下而死。现在刚才这一波 HQ 打出了一个蛮大的优势，但是当然像诚如叉烧老师所言，刚才那个部分就是对方其实有八龙，然后还可以换成这样子，已经算是没有很亏了。对，而且掉一塔。刚才那是大概二十分钟出头。20多分钟，那是八龙 buff 是非常强。对对，这局他们绑到了，好，然后那里有人勾上来，那里是一个定单式，好，再来一个好大绝啊！小峰这个时候实在是吃到太多伤害了，小峰直接倒下。那这时候西门进来被套虚弱，然后位置又被盖大，西门只好倒掉。那倒掉以后，这一波西门这一波有大是没有？有是吧？有电死，咚！那是一个丁克。杀死盖没死，一滴血。但是这样子吹塔健在的状况下，塔还是会被吹啊！我的天哪，这一次丁特真的这几个大绝真的开得很漂亮，好一点，自爆型 AD 啊，自爆型 AD 啊！你看他每个大都放得很好，但他放完他就死了，他其实也不太感觉，他也没有在乎这些事情。我就是来放这个大哦，这个大伤害有打到，我的生涯一片无悔，大绝放完可以死。我听到他们喊 nice。Nice 应该是 TPA 啊 ，Nice 是 TPA 啊。显然 TPA 等一下赢了一个会战，他们平常都是很难控制自己的那个情绪啊。我记得这东西应该是疯狂型的，这个害的吧？没有，米这个不会喊 Nice。我怎么觉得那个是绿茶喊的？你这个会喊再来。但是你们不会吗 ？HQ 不会。我觉得刚才那个就是绿茶喊的、啊。你们好像你们也喜欢喊 Nice 啊？好像有點像，因为我也看不出 TBA 这场有什么很好逆转的机会，就是什么好逆转的机会、欸。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我在想，我也看不出这个经济的差距要怎样给你。我在想，难道是等一下不小心奈德利连续三个推塔的情况都连丢死两个人，都连续丢死两个人，然后因为其实特组推塔，你这个阵容其实如果真的要单抓奈德利的话，还是可以抓得到的。所以现在目前已经快领先快1万了，应该。而且有死个状况下，我觉得要翻盘很难。而且今天西门又说出了装备，其实出了很正确的死，然后 LA 虚空都出来了，这伤害是非常强的。他会战的时候，他其实不太 care 被郝彦杰的大绝弹到。哎呦 ，BB 出了一个先知，然后在这边，因为刚才 HQ 失误，两个人同在同一点，差了两根眼的关系，他就这么一口气的打了三根，赚了75块。现在绿茶开始布眼哦、喔，一定要在这附近把眼睛都布起来。这 BB 出先知是不是有些危险、啊？嘉文出也很危险、啊，也是，我觉得这个点差不多。这边哦，紫眼哦，这时候可以猜到红眼，感觉很爽。风，我猜到了，猜到了，可是一样是25分，可是身价比较贵，并没有代表拆掉以后得到的钱比较多。那就是勾墙前进，绿茶直接冲过来，绿茶这里冲的太前面了，他真的是。打得很凶哎，然后在这边再补上一颗眼睛，开始来压塔。小叶叶其实已经有15级啊，手的长度足够在这边拖这座塔。小叶叶等一下下一波回去应该就可以把2E输出来。在那到了那个时候，其实他完全不怕嘉文，那只有比较被狗头人追的时候比较困扰。现在应该是在等啊，等八龙出来啊，因为。最好的情况就是逼你们过来，逼你们过来，然后我们直接硬开你们一波，这个应该是最好的。哎，没中啊，没中，没中，我又听到又有某个 nice。对，这个闪标真的要打 AIM 训练。
我觉得这个场的那个节奏非常缓慢，你知道吗？因为有奈德利，就是奈德利的情，有奈德利加狗头的情况，就算是劣势塔也不太会掉。这个组我觉得好处就是在塔不太会掉。那狗头人清兵的速度极快，然后奈德利就是他的这个长矛可以有效的遏制，这克制对方的进攻。哦，二八二三要出，二三剩下三秒钟、两秒钟、一秒钟。Toys 也有传送哦，但是这边眼睛布的非常的漂亮啊，这边应该，我觉得 TPA 是应该是来不及哦。TPA 走过来的路上，其实满地都是眼睛的位置被算得很清楚，而且死哥吃胖实在太快，这时候已经吃完了。纳米出一个大绝，打到奈德利，在边缘打到奈德利，奈德利被缓速了。这个时候蜘蛛跳上去下来，奈德利还有一个跳，奈德利跳上去以后，蜘蛛是没中，但纳米有这个大绝，在奈德利跳上去之前已经出了。这时候嘉文教迪玛西亚关注 HQ， 和在 EQ 出来就是要绕跑，可是后面有个小炮无情的追击。小炮杀死了一个往前跳，再踩死一个再往前跳，再踩死一个再往前跳，是一个啊，这样应该已经 triple 了吧 ？double 啊 ，triple 了，一定 ace 哦，搞保证是 ace， 好应该，啊你这什么脸？很败相，这小龙一次扣 fail 八龙一次，这游戏就 GG 了，还有两次机会还不错啊。这边应该就直接带走，好像一口气打完的。对，因为其实等下 Stanley 出来，其实也不能做什么。Stanley 会第一个出来，但是应该是没有办法对这件事情做什么。不过其他人在十秒要出来。好，那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是必须要撤退啊，因为他的这个。塔虽然清的差不多，但是对方已经复活，嘉文还加速冲出来。不过这边经济差距真的已经太大了啦，等下这一波 HQ 再回去补装的话，整个刚就差一万，刚刚就差一万，我觉得差一万有死哥的情况下，会战太难打了。这是一个人肉炸弹，冲过去就他根本不 care， 他这场、他又出叠数了，他这场根本什么都不 care， 他就是整他，你看到他的装，他的 ROA 加帽子加那个虚空，他整个人往前撞进去，就是像一团人肉炸弹一样撞进去，就是。啊，你杀我随便啊！我死了啊，随便啊，就这样就好。小叶在这场其实是很关键的，因为其实很多后面的收头都是需要他由他来结束的。因为如果万一唱他唱不死的话，那就是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打了。我也非常着迷于崔斯塔纳这只角色，而且比较着迷于范这个角色。我着迷崔斯塔纳这角色，纯粹是因为前天晚上的时候。我玩英雄联盟已经两年多了，然后昨天晚上在 AIM， 前天晚上在 AIM 打出了人生第一个 Pentakill， 就是用崔斯塔纳一直往前跳打出来。所以我觉得这角色好棒、啊。您刚刚常常选范，只要你顺风就会打出 Pentakill。但是老人家手残哈，玩范的时候不会顺风。对，这边 HQ 直接又压过来了，其实上下两塔都不管了，就直接压塔。因为中路其实主管没有双塔，所以这当然是不用管什么上下。直接点就点爆吧，对，就一开始直接点就点掉了。死哥往前站，然后崔斯塔纳开 Q 打塔，打主堡，主堡就不见了。我这边 HQ 也不想理他，就直接把主堡打掉就好了。就是这样啊，这塔一定守不住啊。好，现场观众依旧报以热情的掌声。那么恭喜 AHQ 在这个地方取得胜利啊！看以 AHQ 队员的表情来说的话，应该都是还处于一种打完了哈，但是还处于一种可是他为什么？这个人小叶在干嘛啦？小叶已经陷入一个抽筋啊，抽筋的状态。抽筋是说怎样？是因为他刚玩崔斯塔纳一直往前跳，所以就会抽筋吗？就这样。你知道，因为他本身其实真的是一个没有什么表情的人，你知道吗？然后你就会觉得他有时候应该要表现，但是没有。对，你只要摄影机拍他 ，BB 就从头到尾都在笑，小叶就没有表情。BB 真的在笑，啊，打完了 BB 还是在笑。OK， 我觉得这个是两边打完了，就是握手，这是一定要的这个礼貌。不是敌人啊，对不对？不是敌人、啊，其实是对写作敌人，念作朋友啊，应该是要这样。没有错。那尤其是西门叶说，应该好好跟 BB 握个手。没有啊，他们两个。其实都好，一直都还不错啊。没有，他们两个没有怎么样。他们完全没有交恶啊。我早就知道了。没有，他们没有，他们没有怎么样啊。我早就知道了。对。但他们两个还是应该要特地握个手。对，你这样再握手就好像有什么。重点不是，你知道他们两个其实没怎样。对啊。你也知道，我也知道，可是观众不知道啊。
哦，突破盲点啊，那就送一件 T 恤给 BB， 对，那就送一件 T 恤给 BB。你们三，你们在那边，我们三个在那边说，他们三个其实不错，他们两个其实蛮要好的，对他们其实还蛮要好的、啊，就没有怎么样、啊，对对对。对，其实应该要送一件 T 恤给他们。好，那么这一场是在 TPA 的一个轮摆式走位啊，不对，轮摆式上线法。然后上三个人在那边掉线之后呢，这一场其实是 AHQ 蛮快速的就取得胜利。对，一开始其实真的有被吓到了，但是我觉得以这样调换阵容来说，应该还如果 TPA 未来要这样子打的话，还是要有一段时间去适应的，因为我觉得今天这样，我觉得真的场面感觉很乱呢、啊。对。Okay. 好，那么这一场就因为可以讲的部分其实没有很多，叉叉老师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就只有两个会战啊，一个是小龙，一个是八龙啊。两个打完，我觉得就差不多决定完了。对，而且其实最后那个八龙那边绿茶补眼睛补得很漂亮，整个都扫干净，而且擦了非常多的眼睛。就是不给对方任何一点机会。对你就是我知道你在这个眼睛范围看得到，还没看到你，我打我就打得完。对，那我觉得这样是正确。小龙他粉红眼一定要放在龙里面啊。就因为他是穿墙进去啊，他一定要放在外面。没有，这个一定要放在里面、啊。对，现在一定要放在里面，不然那个点是完全看不见。对，是。然后那个嘉文那个时候偷龙的这件、整件事情，就是导致这是第一个会战失败，然后第二个是龙被偷这一点。好，那么呢，这一场 AHQ 对 TPA 的比赛呢，已经在这边告一个段落，恭喜 AHQ 取得这场胜利，目前仍然维持全胜。那么马上来进行现场的活动，把比赛的镜头交给李真。